报名的话你们就是可以电话联系，然后如果有需要让你们来筛选的话我们会电话通知你，就是每天你在这做一个雾化吸入。好多次嘞，他是有实验要求的，让抽多少次抽多少次，还得做各项检查，如果你们筛选不合格的话那就是不要的，你要是各项指征都符合的话你才能入组，你要是不符合的话那就筛败了。